冷静啊，亲，你要当小狗吗？下了这么大的雨，大巴车还没来呢。高铁站了，是吗？看来只能在这儿先住一晚，明天台风停了再说。可以。啊？我怎么觉得你听说我们回不去，好像很高兴？那要不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，看能不能去高铁站。不，其实我也不是这个意思。欢迎光临。两位要办理入住吧？啊，老板，有相邻的两个房间吗？哎呀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小姑娘，我们今天只剩下一间房了。一间？是标间吗？民宿就没有标间了，那里边都是一张大床。要不换一间？离这里大概800米的地方，还有一间民宿。算了吧，外面下这么大的雨，我们又没伞，在这儿错过一晚上吧。你完全不会对我。我不会。哎，小姑娘，身份证，办理入住。来这边拍个照。民宿老板娘人可真好，只剩最后一床被子了，她还给我。你看，我又要了一床被子。我跟你说过吧，我没有胡思乱想，我可没有想对你怎么样。你往那边。大家都是有知识、有文化的人，很有自制力。夜里的时候，谁也别越界，谁越界谁是小狗。这就是三八分界线，以他为准。关灯睡觉吧。
你越界了，说好了谁越界谁就是小鬼。冷静啊，亲，你要当小狗吗？